叫什么？二胡。哥说：“我爱黑社会，上课喽！”当他喊无的那个时候，他才16岁。我记得最深刻的是，每次我们从那个门口出来的时候，黑哥都会捉弄我。是这样吗？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就是你要记得，我们都会从隧道出来。所以是抖了一下。我们会从隧道出来，那黑哥他就会站在外面，他会把脚。他会把脚伸出来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是最后一个出来的，然后我就哎呀这样子，永远。然后比如说，可能因为他有铁效果，你刚刚自己看到。比如说我们刚才打拳击的时候，他就会故意就是给我来一拳，就是你刚才打我，对，我刚刚就是在报仇。很努力，他真的很努力啊！就我还记得那个国标有那种硬要从不会，你那个完全不会，硬要练到会，还要去参加比赛，然后还有他之前。那个叫什么？二胡。而且那个时候打扮哦，他因为他有点婴儿肥，就很可爱那种，就很像那种办后事烧童男童女。什么？你说纸扎人哦？对对。希望黑人哥哥就是他现在就是家庭什么都很美满，但是我觉得。他也应该也不需要什么了啦，我需要得到你的肯定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說，我需要得到你的祝福，你不要吝啬嘛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Ben哥哥就是他生活很幸福美满，但是他的幸福美，你说衣食无缺是这样吗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说他的生活很幸福美满，但是他的辛苦大家不一定会知道，就是你也是辛苦过来，我们就是一样是辛苦过来的。我要表达是这个，你不要误会啦。没有，就难道祝福一句别人会很难吗？我没有祝福你，有。好啦，我都知道。我觉得是一个青春的。很棒的回忆，对，然后真的，对，很棒的回忆。然后我给他的祝福，当然还是，在未来，我希望他有能力的时候，也可以去帮助更多人。我觉得以这个年纪来讲的话，应该也算是富婆级的角色了。没有啦，富婆级的人大有人在，但是我觉得生活过得开心，知足最重要。对，那期待啦，锵锵。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鬼吴映洁。Even though we're slowly, I can see your plan unfold. 今天就是要来介绍我行李箱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首先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买这个行李箱。因为我个人觉得方形的行李箱很无聊，我就想要找一个特别的，这也可以登机。然后我发现了它的行李箱非常的贴心。确实有附了一个3个袋子，这个是放干净的、脏的、乱的。我觉得它很幽默。这次去北海道主要的目的是滑雪。这个鞋子呢，我是为了要去北海道而买的，因为台湾其实根本穿不到，脚应该会烧起来。穿这个鞋子的诀窍就是看起来腿会很细，因为它的鞋非常的大，而且我觉得它非常的保暖。像我们这次去北海道就是去这个 Niseko， 就是245，它是一个。专门在滑雪的一个滑雪场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头真的比较怕冷，我也是有这种比较厚的，因为我个人觉得滑雪不能不被看到，所以我选择了比较鲜艳的颜色。我每天颜色都不一样，但是我的雪衣是花的，因为我觉得在滑雪场不能太黑，就是你要让对方看得到你才不会危险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巨型的贝雷帽，我戴在路上，应该大家都认出我在哪，因为我觉得很像戴了一个黑胶盘在头上。如果你们以前有看过我 Vogue 的影片，就知道我有非常多的杯原子。这个系列它是，你看哦，它有横滨、台场跟浅草、胡迪的杯原子、史努比、静香。
我每天在家里啊，备孕纸倒了，我都会很焦虑。我觉得我可能人生最认真的时候，就是在摆放备孕纸的时候。而且我会去找限定，那我看到限定我就会疯掉。去了北海道，你们一定要去买这个六花亭。其实我平常开东西都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特别有快感。你看它里面就是长这样，这真的很像酥哎，好多食物哦。其实我有吃过里面的两个，这个是六花亭必买的，我现在打开来给你们吃，不是，是我吃给你们看。它这个好像就是饼干，里面有夹心，然后它有葡萄干。哦，剥喽，它是有点软软的。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吃的是这个，它有羊根，就是等于是你买这一盒软的、硬的、Q 的、黏的都吃得到。这个呢是来自便利商店一定有的东西，它是浓厚 cheese 的可乐饼，这个非常的好吃，自己都不愿意给别人吃。它是洋芋片，你看，就是很像你吃焗烤。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？出国我比较习惯带的包包是后背包，原因是因为我才有多的两只手可以买更多的东西。看看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，最近很喜欢就是小的皮夹，你看我这个里面装了这么多，然后眼药水就是一次用，然后我的钥匙呢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是杯原子的悠悠卡，真的觉得我很无聊。镜子，因为我出国不喜欢化浓妆，所以我就是找到了一个这个护唇膏，看起来这个很可怕的颜色，但擦起来非常的自然。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东西非常的重要，这个不是粉饼，这是一个自拍的，我用的自拍，好，这是一个自拍的粉饼机，它只要按屏幕它就可以。你想要就假装就是一边补妆一边拍也是可以。我有时候比如工作人员啊，大家收工，我就会跟大家说，大家来拍照，你看我们现在。差不多介绍吧。那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打包行李的一个顺序。但是机场的前一个小时，我才会开始整理行李，然后所有的行李都是用塞的。这就是我打包行李的小方法。然后希望你们今天喜欢我的介绍，就这样喽，拜拜。吴俊杰，快问快答时间 ，Action！ 最喜欢自己身体哪一个部分？牙齿。最喜欢的动物？狗狗、猫猫。最害怕的动物？嘎抓。最崇拜的好莱坞明星 Emma Stone。 你的脸书粉丝团人数有多少？173。粉丝做过让你最感动的事情？不管多远都来看我。最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韩文是모래요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我刚刚发音不正确，应该是说我不管了。好，可以唱一句韩国现在最流行的歌曲吗？能不能给到Oh baby， 他们应该想说我在唱哪一首吧？请做一个手指比爱心的手势。鬼鬼，你刚刚传讯息给谁？我在刷 Instagram。最近最常做的健身运动是什么？拳击、有氧跟弹跳床。十年后你不会做的事情？不结婚。你希望戒掉什么样的嗜好？我没有二嗜好。自己讲不出来。好，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？出唱片。如果出门只能带一样化妆品，你会带什么？口红。你衣柜里面最多的是什么？衣服。皮包里面最不可缺的三样东西？钱、卡，还有护身符。什么样类型的男生会吸引你？这个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。1180，2颜值高，3不能比我吵，4要有肩膀，5是什么？5是哦，有才华。倒追男生的秘诀是什么？扑上去就对了。就是要不对，要爱要及时，勇敢追求，勇敢表达出自己的喜爱。第一次约会时，你会先牵男生的手还是等他牵？我会先抱他吧。对，我会先抱他。好，如果要跟男友撒娇，你会说什么？要带动作哦。宝贝，怎么就他的身体在这？宝贝，走，我们去哪里吗？求求你。我会用头去蹭他，就像这样子。男友视角吗？你的时尚指标人物是谁？舒淇。最喜欢去哪个国家旅游？想去芬兰。如果你现在有一段长假，最想去哪边旅游？我要去看芬兰极光。
飞机上旁边坐了哪一位明星会让你坐立不安 ？Tom。为什么？我爱他。进房间，饭店的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？脱鞋。最讨厌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跟你说什么？你那个怎么摆？怎么摆？你把手放哪里？你把手放哪里？控制我不准。能请你做一个非常 vogue 的 pose 吗？可以。你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哦不。自己发生过最糗的事情？太多了。目前最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？神经病。如果你将拥有一个魔法，你希望会是什么？隐身术。待会晚餐想吃什么？晚餐想要吃捞霸本配烫青菜，然后再来一些那个海带，然后捞能，还有干莲，嘴边肉。喜欢人家叫你鬼鬼还是吴映洁？都爱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可不可以请你来一段 Sugar Rush 的舞蹈？没问题，音乐。很少这么时尚的跳 Sugar Rush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Sugar。